好，我们在这一边呢，要做习题十一。然后在我们做习题十一之后呢，之前呢，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，就是说我可以每整个 equation 全部一起乘某个号码，全部一起乘五，全部一起乘七，像这个它分母有七，所以我全部一起乘七，乘七，乘七，然后这个乘三，乘三，乘三。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全部一起乘的话，乘一起乘呢？首先我们就看。假设我去一个地方去买一杯水，one drink，再加一碗面是5块钱。这样如果我买三杯水加三碗面的话，这样多少钱？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价钱的话，这样它就是15了咯。为什么它是15呢？因为我在这一边，我这个乘三，这个也乘三，这个也乘三，就是我全部同时一起乘三的时候。我就可以拿到它是 3D 加 3M 等于15，所以在这一边我们来看11的第一题，这一边它的分母是7，所以我乘七乘七乘七，我的七根七越，然后我剩下 2A 加21等于35，然后我把这一个搬过去，所以它 2A 照写前面35前面加21搬过来减21。所以我的 2a 等于35减21，14，然后我再把2除下去，所以 a 等于14除 2，a 等于7。然后接着我们看第二题，全部一起乘3，乘3，乘3。然后我全部一起乘3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这一边它是乘了3之后，我这边越，然后4三十二减 x，然后等于30。然后我把我的这一边我把12搬过去的时候。我的这一个加12搬过去变成减12，所以我的减 x 等于18，然后我要的是 x，所以我左边乘减一，右边也乘减一，所以我就会变成 x 等于减18。然后过后呢，我们在这一边就那个，其实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。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减 x 搬过来，减 x 搬过来的时候呢，它就变成加 x，然后把30搬过来变成减30，12减30等于 x，然后减18等于 x，所以我的 x 等于减18。然后在这一边我全部一起乘4，这边乘4，这边乘4，这边乘4，4越减，所以我就有 4m 等于 m 加24。然后把 m 搬过来，然后 4m 减 m 等于24，3m 等于24，我再把3除下去，所以我的 m 等于24除3，然后我的 m 会是等于8，OK，我的 m 会是等于8，OK，好，然后接着第四的这一题，我全部一起乘4，4x 减20，然后44越减，然后这边是 3x，然后我把我 3x 搬过来，我的20搬过去，4x 减 3x 等于 20，x 等于20，好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题，我全部一起乘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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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二跟二越减，然后我一乘二二七 z，二乘 z 二 z 六二十二，然后我把我二搬二 z 搬过去，二搬过来，七 z 减二 z 等于12减二，然后我就五 z 等于10，我把五除下去，所以我的 z 等于10除5，我拿到 x 等于 z 等于2，然后这一边全部一起乘五，五跟五越。然后5525减 3k 155k，然后 5k 跟减 3k 5k 比较大，所以我把减 3k 搬过来5搬过去，25减5等于 5k 加 3k，5k 加 3k 8k，然后20，所以我的 k 等于20除8，我把8除下去，所以 k 等于20除8，然后我越减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就会变成了5分2，然后它也会变成2又二分之一。然后接着这一边三跟七的 LCM 是21，所以我乘21乘21乘21，然后我的为什么是乘21呢？因为三跟七的 LCM 是21，三的倍数里面第一个跟七的倍数一样的是21，三七二十一，所以乘21三跟这个越，然后七跟这个越，所以它会变成 7x 减3266x 等于4乘2184，所以 x 等于84。然后在这一边，我二跟三的 LCM 是6，OK，所以我全部乘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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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六三十，三二六，然后二三六，3x 加 2x 等于30，5x 等于30，
除下来 x 等于三是除 x 等于六。